好的，不要乱转，还养殖啊？不能的，好，你招我来挖。哦，太干了，太干了，干了哥，翻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要往下面挖起来，我。哎呦，你细细的，有有有。我要从这里挖。像这个位置挖三样有两颗，两颗，呼呼，那边有两颗，哦哦，今晚上就爽歪歪了。这有个洞，耗子洞，耗子窝的，不要乱转。那天有个兄弟在那边抓住一个长虫出来，咦咦，吓人呢！没有，这是一个老鼠洞，老鼠应该还在里面。哎，你真的有长虫，看到没有？真的，看到没？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把它。走走走走，我不搞你。我服了。走走走走。走。先走。我服了。那。是。走了走了走走走走。哎哎哎，你不要往上来。我是。走。走了，他走了。真的有啊。哎呦。不怕嘞。他自己爬。这个不得堵。这个不得堵。压着的。哎呦。哎呦。就这样被你搞出来了啊？没有了，没了。哦，没事，小就小点。我们这大的还没出来呢。挖到这样的货，心里就舒服。这个有眼睛的，有眼睛的。此时此刻，我是想起我小时候，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我挖不动，我哥挖山药，然后我刀挖上来，我就这样。用刀削的皮就该吃了，这山药是能生吃的。这个还会有点生的，这个还会还在生的。刚才那个挖出蛇来那个洞还是在生的，往里面走。这跟上次也差不多。准备拿出来了啊，挖了这么深。哎呦！出来了。怎么样？这根山药虽然不是很大啊，但是它长了一米多，我这一米七六的高啊，已经差不多到我肩膀那么深了。这款山药很特别，可以用高压锅压哦。这边可以养狗啊。